虎扑12月28日讯，据西亚媒体 El Mowatan 报道，多家西亚俱乐部正在争夺特谢拉，而球员经纪人也将飞赴迪拜洽谈。据了解，两家来自沙特、一家来自阿联酋、一家来自卡塔尔的俱乐部已经向特谢拉发出邀约。特谢拉经纪人门多萨准备飞赴迪拜去决定巴西人的未来。此前有消息称中超多家俱乐部有意引进特谢拉，并将其规划成中国球员。如果特谢拉离开中国转投西亚球队，他几乎不可能再有机会代表国足出战。